怎么觉着你不对啊？爸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今天我改了高考志愿。啊？怎么了？又不考艺术学院了？啊，对，我决定了，报考陆军学院。哎，儿子，你要当兵啊？对，当兵。你也想当兵？对。你不行，你不是当兵的材料。算了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当兵，你不够格。爸，我咋不能当兵啊？我说你不够格，你就是不够格。打小你就像个丫头片子似的，听到枪声都能把你吓得哭鼻子。你身上没有刚性，还是去考你的艺术学院吧。啊，将来毕业分配到剧团里给人拉拉大幕啥的，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咱们不当兵啊，不去了啊。你爸说你不合适，咱就不去了。咱们家当兵的人够多的了。你看你爸、你哥、你姐都当兵了，儿子，咱不去啊！哎，哎，老高啊，你说他能考上吗？你别管他，就他那小体格，一体检不就刷下？